爱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啊，非常非常的荣幸啊，和大家相聚在佛光寺，好，我们的四面佛的诞辰啊，为您献唱歌曲。那、啊、也希望今晚呢，为大家准备的歌曲您都能够喜欢啊。那么寺上的每个歌手都有准备好了啊，早早就准备好了非常好听的歌送给大家。OK， 来，记得下来啊，算了，可以去继续花灯光。来唱首福建歌曲给大家。那么这首歌呢，这个在歌台上没有经常唱，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希望你们大家一样和我一样同样喜欢啊。我们安排继续，苏博的人，思慕的人送给你们，谢谢，多谢。